好，既然没有，那么就请大家不要再想着怎么调整公司管理层，想想看解决方法吧。画廊业务啊，在我们整个集团的产业链中呢，是属于亏损状态。据我所知，目前市场上对云马艺术有兴趣的买家不在少数，比如斯诺集团。 你进来干嘛？你在里面，我当然进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在开会啊？开什么玩笑？这就你一个人？视频会议，懂不懂啊你？我才不懂你们这些高端玩意儿呢。我不过就……等等，你能看到他们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也能看到我。 哇哇哇！你很丢光了，都怪你！怪我什么呀？你自己没敲门进来的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衣服怎么被人换了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的事啊。什么事儿？ 没什么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的衣服。你想想啊，这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，那你的衣服……你流氓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你居然在欺负我！哎，拜托。 要是流氓的话，也是你先动的手，好不好？董事长，早餐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？这么大个屋子，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啊？当然，肯定还有别人帮我打理。你的衣服也是他给你换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然你去问问阿姨，问问你是怎么突然间一身的。不了。 干嘛？去吃早餐。